手工手工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扑克牌游戏。好，这边有扑克牌吗？等一下呢，我这样洗牌，随便的判定，好不好？好。停了吗？好，这张牌顶下去。好，对。老板，好，接下来这边有一个感应你心中的形象牌。好，你看它是透明的，你要好好的想，它会反映出你内心想的东西。手工，你在想什么东西啊？你知道我满脑子都是美女。天哪！不能啊！从来就我们要想的东西是扑克牌。对，好，好，好，所以这次你要认真想哦，没问题。好，认真想，认真想，认真想。哎，太瞎了吧！出现一张牌，而且跟你选的牌是一样。